7月31日，李心如、霍建华婚礼在巴厘岛完美落幕，许多参加婚礼的明星也陆续返身回国。范冰冰、刘涛等人当晚就潜赴机场准备回国。8月1日凌晨2点，网友曝光图片，范冰冰推着行李快步疾走，扭头躲避镜头，身旁的经纪人阻止粉丝拍摄，而刘涛戴着墨镜在机场小憩，一脸倦容，看上去有些疲惫。 Oh maybe the